大家午安，现在看到的是满月圆瀑布的一个鸟瞰的角度，这也是观瀑亭，比较要走这阶梯上来一点地方，待会可以走下去，我再下去拍摄。哇，这水量还蛮多的，不错。这里有写瀑布的成因，拉西上游。到了分岔路口，大概要走400公尺，虽然很短，但是都是上坡，但是下去就比较轻松一点。静止吹阻，好，现在要走下去，去看瀑布。以上。